家好，欢迎回来开亨世界，开亨世界升级了。接下来开亨世界的影片都会用这个 DJI Pocket 度来拍。现在让我来开箱和试拍。看里面是怎样的，这就是 DJI Pocket 2。4K 的多功能相机哦，现在让我们启动看看。呜呼！它的箱子里还有这么多的东西 ，Oh my god！ 首先有这个手袋，套在相机上会比较安全，它不会掉下来。这一个是充电线。USB 接口，这一个是 iPhone 的接口，这一个是 Android 的接口，最后还有摄像机的遥控器，控制摄像机的机器就在这里，它可以控制摄像机的头转来转去。组合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拍的时候是这样子拍的。现在到了我们的试拍环节，走吧，我们去试拍一下，看看 4K 的魅力，走吧。看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影片，希望这个 Osmo Pocket 2可以拍出更好的影片，以后我们会拍更多高画质的影片给大家分享哦。
订阅和分享及开启小铃铛，最重要。